考验。人生总会遇到考验，而且旧的考验刚刚过去，新的考验又来了。这是宇宙给你的考试，因为你已经有资格参与这个考，这是珍贵的旅程。经历沧桑过后，不断淘洗过后，让我们在生命中历练和学习，进而领悟人生历练中留下来的智慧。当考验来临的时候，用心去面对它，忠于初心和信念，圆融地打破考验的瓶颈，开阔一个美好的自己。